馅一样美味，同时也能结好缘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僧伽札经卷三，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出世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为令众生多闻具足，是故如来出现于世。如来出世开甘露法，若如来出世则知一切法，以方便故知世间法，出世间法知世间智，出世间智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知何等法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要上，如来知正法智。要上，以是智故，总摄一切法。要上，若众生闻如来出世，信法者，此是第一利益。要上，譬如有人出行至身，为得利故，将千人众担负金宝。彼人父母告其人言：子善谛听，此金宝者是他之物，如好守护，莫使亡失。其人持宝未经多时，自纵放逸，所持金宝悉皆散失。是时彼人忧见色心，羞愧惭耻，不能归家，使彼父母闻已，忧愁悲泣，而说此言：我等生此恶子，但有子民生我家内，财物悉皆散失，令我等贫苦，为他奴仆，绝望而死。子闻父母即丧亡矣，亦绝望死。如是如是，要上，佛说此法，于我法中无尽信者，彼无所望。临命终时，唯忧恼见色心而死。如彼父母为彼金宝，绝望忧恼。如是要上，于我法中无尽心者，临命终时受诸苦痛，先福受尽，彼不众善，临死时至，忧恼见色，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受诸苦痛，作如是言：谁救济我，令我得离地狱、畜生、恶鬼之苦？又如父母告其子言：未来病苦，并有死苦，汝等得解脱时，见行是身，身受苦痛，遍体焦恼，自观已死，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四肢皆痛，必归于死。遍体顽痴，犹如木石，无所觉知。子答父母语言：莫作是语，令我怖畏。观身无热，亦无余病，唯见死不，我当归谁？谁救济我？父母若天，谁能救拔？父母答言：祭祀天神，必得安稳。子答父母：当速祭祀，以求安乐。速至天慈，
问守庙人，时比父母到天祠中烧香求愿，守庙者言天神嗔怒，徐杀羊杀人以用祭祀，孺子可脱。可是父母自思为言，我等云何？我既贫穷，若天神嗔，我子必死；若天神喜，必得大恩。食宿归家，尽卖家财，得羊一口，富裕于人，且待我今十日相还。若无相还，我身当为君做奴仆。其人得金，亦是买人，所买之人不知当杀以祭天祠。病人父母愚痴无智，竟不治家，执意天祠欲守庙者，汝素为我设祭天祠，而时父母自杀羊杀人，燃火祭天，然后天下告彼父母，汝等莫怖，我护汝子，令得安稳。尔时父母踊跃欢喜，作如是言：天神与我大恩，令我子差。时彼父母欢喜还家，见儿已死。尔时父母见子死矣，生大愁恼，忧见色心，绝望而死。佛告要上善男子，尽恶之事，亦复如是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众生堕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莫问世事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慈悲说如是人堕在何处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其人母者堕于大教地狱之中，其父堕于众合地狱，其子堕于火烧燃地狱，守天庙者堕于阿鼻大地狱中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枉死人生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彼枉死人生于33天之上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枉死人何因缘故生于33天之上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彼人临死时起一念净心，皈依佛陀，以此善根，当60劫受于33天之乐，80劫中自是宿命，所生之处离诸忧恼，生生之处离诸忧恼，一切苦灭。要上尽恶之事，不得入于涅槃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众生不能入于涅槃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欲求涅槃者，当勤精进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精进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精进者名须弥多波地，逆流之果名精进处，所及利陀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那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罗诃果名精进处，波罗提迦佛陀果名精进处，圆觉之智名精进处，菩提萨多名子，菩提萨多地果名精进处，要上如是等处名精进处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，云何逆流？云何逆流果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种于树木，彼种树已，即日生芽，彼树一日，上下各生长一由旬。复有一人亦复种树，不得其所，风动不生，以致异处，二人共争，互相诽谤，彼人如是共相争论。国王闻之，即斥陈言：某除二人互相诽谤，速往唤来。
绑成兽脚，前使网捉，使彼使人为俘而去，至彼人所作如是言，王患汝等，使彼二人今不忧愁，王今何故命我二人？使十二人既至王所，默然而立。时王问言：汝等何故共相诽谤，而起斗争？使彼二人白大王言：大王，听我所说，我借得少许空闲之处，种植树林，即日生芽，即夜花果，守者中半。此人种植不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须臾数矣。彼众不生，来见谤毁，而起斗争。大王，如是之事，大王应知我无罪过。尔时，大王及诸大臣满三十亿，告诸臣言：汝等各说。诸臣白言：我等不知说何等语。王问诸臣：汝等颇见，几日种树，即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守者中半。尔时诸臣从座而起，白大王言：大王，我等不能决定信受如此之言，何以故？大王，此事稀有。尔时大王问彼人言：如汝所说是事实否？尔时彼人白大王言：此时不谬。王复答言：如汝所说，如此之事，即日种树，即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此事难信。尔时彼人白大王言：愿王自知，知其虚实。时王及三十亿臣尽守彼人，然后大王自种其树，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。尔时大王心大悔怒，斥诸臣言：汝等速取利斧，彼所种树，仰令斫伐。尔时诸臣受王诏令，斫断彼树，一树断矣，生十二树；斫十二树断，生二十四树。今夜花果皆是七宝，尔时二十四树便生二十四亿鸡鸟，皆是金嘴，七宝羽翼。尔时大王复生嗔怒，自执利斧，枉拔彼树。王斫树时，从树出生，甘泉没水。时王惭愧，斥诸臣言：放彼二人。诸臣白言：大王受教。诸臣去矣，放彼二人，将至王所。王问其人：汝种此树，斫汝一树，生十二树；斫十二树，生二十四树。我所种树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，此事云何？其人答王：如我此福德，大王则无如是福德。尔时三十亿大臣胡跪，白其人言：汝可治国而居王位。尔时其人为诸臣众而说偈言：我不求王位，不求是财宝，心怀无上愿，愿成两足尊，得即灭涅槃，至彼成如来，为汝等说法，令到涅槃成。往昔作不善，令我入王狱，狱服受诸苦，罪报悉已尽。尔时有三万三千高座，一一高座高二十五由旬，一高座上有二十五亿鸡而在其上，以金为嘴，七宝羽翼出人阴身，告彼王言：大王，不善不善，斫拔诸树，以此罪业必入恶道。王不知也，种此树者是何等人？大王答言：我未审之，愿为我说何等大人种此树也。鸡鸟告王：如此人者，照明世间，名无上士，当度一切众生生老病死。王复问言：彼是何人？种树不生，彼作何等不善之业不生？当为我说。鸟答王言：彼是提婆达多，种树不生，无少善根，树云何生？尔时三十亿大臣闻此法门，皆得实地。
成就神通，使彼国王亦得实地，得通达一切善法三昧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此三十亿城皆得实地成就神通？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即时微笑，从其面门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无量种种青黄赤白红紫光明，其光遍照无量世界，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三匝，从佛顶入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现此稀有之相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事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见众人从十方来集会此否？要上菩提萨多白言：不见也，世尊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观十方一切世界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即观十方，见东方面有一大树覆七千由旬，见二万五千亿众生在彼集会，默然而坐，不饮不食。复见南方有一大树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西方有一大树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北方有一大树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上方有一大树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下方有一大树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少问如来应正遍知，若佛听许，乃敢发问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悉能为汝解说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从于十方有无量众生而来集会？以谁神力而来至此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自以神力而来至此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观诸世界，以谁神力而往至彼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以汝神力自往至彼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过九十六亿世界，有一世界名日月明，彼国有佛号日月土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与八万亿菩提萨多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即到彼国，指日月土如来前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于娑婆世界，在释迦牟尼前观于十方，见无量众生集会，在此不见？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至日月土如来前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过九十六亿诸佛国土，来至于此，不见一人。世尊，谁见谁闻无知无觉树上而生众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不也，善男子，汝颇见颇闻无知无觉之树能生人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不见不知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汝欲见否？我今是汝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欲见之。尔时
日月土如来屈身必请，百千亿众皆悉来集，一一众生手执香花供养如来。药上有经见否？药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已见世尊，已见善事。佛告药上：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，悉皆如幻。十比三万亿众生，各伸百手，以诸香花供养如来。药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此事稀有。须臾之间，此诸众生各伸百手供养如来，尚不得脱，况两手者？佛告药上菩提萨多言：如是如是，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，而生而灭。善男子，我身亦如是，如幻如化，而是生灭。药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少众生？何者是老众生？佛告药上：善男子，亦有老者，亦有少者。药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解说何者是也。佛告药上：无福衰者是老众生，从彼数生者是少众生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拒吃鱼翅，爱护生命。农历春节的年夜饭是华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，而在年夜饭上大多会有一道鱼，以取有鱼的谐音，象征年年都有余粮。鱼翅羹来了。爸爸，什么是鱼翅啊？鱼翅就是鲨鱼身上的鳍。鲨鱼的鳍？那把鲨鱼鳍割下来后，鲨鱼还会再长出来吗？它会不会很疼啊？鱼翅是指鲨鱼的背鳍、两边侧鳍和尾鳍这四片翅膀，其重量占不到全部鱼身的十分之一。捕鲨的渔船每出一次海，往往都要载满鱼货才会回到港口，而船舱里装满的只是鲨鱼庞大身躯的一小部分——鳍。渔民为了节约成本，他们在捕捞上一条鲨鱼后，不论大小，都会在甲板上用电锯活生生地把鲨鱼的鳍割掉。快快来帮忙，又抓着一条大鱼了。还真是个大家伙，伙计们快将它抓住。被锯掉鱼鳍的鲨鱼当下是死不了的，而捕鲨的渔夫为了节省空间，好装载更多的鱼鳍，便将割掉鱼鳍后较无价值的鱼身丢回海里。疼吗？我们这就把你送回海里。这些被割掉鱼鳍的鲨鱼身体就这样被直接抛回大海。由于没有了鱼鳍，它们无法游动，无法觅食，再加上伤口流血不止，这些鲨鱼最后的生命将在饥饿和疼痛中度过。这些被割掉鳍的鲨鱼最终会被活活饿死，或是被同类吃掉。鲨鱼位于海洋食物链顶端，一旦族群崩解，将严重威胁其他鱼类生态。北大西洋就曾因鲨鱼族群减少
造成以扇贝为食的红鱼大量繁殖，迫使当地百年历史的扇贝渔业走入历史。英美科学家于2006年根据香港鱼翅贸易资料推算出，每年至少有4到7千万头鲨鱼的鱼鳍被使用在鱼翅汤中。现有111种鲨鱼的生存已出现危机，其中20种受到严重威胁，25种濒临灭绝，另外66种生机脆弱。科学家警告，如果人类持续过度捕捞渔业资源，2048年以后，人类将只剩水母可以食用。鱼翅真的很有营养吗？一个环境调查组的研究表明，在鲨鱼鱼翅汤内含有高浓度的毒性物质水银，而水银对人高级神经系统有害。专家表示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科学根据证明鱼翅对健康有效。鱼翅汤的美味主要来自它的配料，而不是鱼翅本身。另一方面，即使作为普通食品，鱼翅也不具备高营养价值。尽管鱼翅的蛋白质含量高达84%，但是由于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，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蛋白质，不属于优质蛋白，几乎无法被人体吸收。虽然华人传统的年夜饭必须要有鱼，但如果年菜中的鱼是已濒临灭绝，或者渔获方式是以残忍且会造成海洋生态无法永续的手段得知，那么拒绝食用或转变以素食为主，这样不仅爱护动物，让鲨鱼免于极大的痛苦，也可以让自己免于杀业，培养慈悲。我不吃鱼翅了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